可是重点是我车速也没有，我吓到了，吓死人哦！个头很小，他在干嘛、啊？他走掉了、欸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要绿灯的，很危险哎、欸。在干嘛？不要靠得太近，等下打错档了，我哭。他到底在干嘛啦？在看什么啊？前面有什么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能开慢一点，是不是前面有什么？